陈彦博凯旋超马英雄圆梦。彦博，彦博妈妈为儿子献花，爸爸也欣慰地看着儿子，妈妈再来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将台湾超马好手陈彦博紧紧抱在怀里。勇敢追梦的陈彦博利用五年时间完成全球七大洲八场越野赛事，在昨天中午返抵国门。除了爸爸妈妈之外，彦博成员高中的学弟们也在教练带队下一起到桃园机场接机。因为彦博的比赛遍及地球的七大洲，学弟还特别变装，穿上各州的特色服装来欢迎学长。最神勇的教练还直接就扛起了彦博。彦博在这五年时间以无比的决心与勇气克服气候与环境限制，终于完成了他的梦想。未来会不会就退休这个想法？其实未来的话应该不会退休，对，只是先让身体稍微休息，然后多一点的时间陪陪家人，陪陪爸妈教练，然后算是让自己整理情绪。彦博表示，他在全世界参加竞技时最挂心的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，这次回来会好好休息，陪陪家人朋友，并将过去累积的伤痛治好。动新闻，彦博欢迎回家报道。